好的，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算是好消息的消息吧。那前两天的成就系统呢，策划操作确实不可思议，这也是害得仅仅是个作者身份的我呢都被冲击了一波啊。那最终策划呢也是迫于压力 MA 这样就修改了这个钻石板车的难度和修复下架的老成就啊。那修改了之后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其他作者啊，反正就是找到了我，让我出一次视频解释一下，那我就拒绝了哈，因为出视频说什么啊？没有奖励说个西北风吗？是吧？那今天呢就说有奖励补偿，而且呢补偿力度很大，问他们有多大，他们也说了，我看了这些奖励之后呢觉得好像挺有诚意的哈。那多有诚意呢他们也说了，但是他们要求保密，反正就是历史上最大的补偿吧。那这玩意不知道是真假哈，反正是他们说的，到时候如果他们不给这些补偿的话，你们怎么做应该懂的吧。然后关于小伙伴们很关心的公司变动问题，这玩意呢据我所了解哈，他们还是原来那帮人啊，策划也还是原来的，没有什么变动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哈。